老李，这半个月都在这了。他在我们后面，早上去装东西了。那不来了吗？不收站了。飞利，小丹啊，那个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我另外呢还准备了点食材，等一会儿咱们去敬老院可以包饺子吃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有一辆车已经提前上去了，咱们现在也马上出发，好不好？行，好。飞利，走，我们进去找肖院长。还有个车啊，一车装不完，还有一车。这个我是按照咱们提供的名单，然后咱们尺码呀，然后鞋子、衣服全都看好，一个人一个袋子，一共是六个包，六只包。感谢感谢，全部都恭喜。好，感谢让我们一块儿给老人办点。你好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那个马上电器的，这次呢除了衣服之外，这次呢专门给老人带来了个电器，后期厨房里面都可以用得到。好，非常感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，不然开始喝口水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好，不用了，太太。那个马上到饭点了，咱们一会儿一块儿咱给老人做顿饭，包顿饺子，好不好？八十的，可以，身体好。看着这叔叔也就像60的，身体硬朗，身体硬朗，身体硬朗。天天锻炼，对身体好。我看他还在这帮忙做事儿啊，在帮忙照顾他吧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得小事没好好修，这事报道报的有点丑。你也是，你也把山东也不大。你要是你说这个咱们包的太干，这就是你说包的，我包的不是我包的是啪啪的。包的好。说是我们那边都是包那个圆平皮的，就是这样捏的那种。哎，小胖哥，给衣服了。这个奶奶不会包圆饺子，你给她教一下圆饺子。我会包圆饺子啊，我跟阿姨一块包圆饺子。咱们这边都是有方便包的啊。对啊，对，叔叔包那个真漂亮啊。把它捏一下，这样这样，别人用手这样挤一下。嗯，过这儿。叔叔，你看他包的饺子就是这样。一般般的包。你是不是才第一年？没有。我有两个孩子。啊，接的太早了。你感觉他也好多岁啊？你感觉他也好多岁啊？啊，嗯。你这是25、26。嘿，你看你还是外人。人家都说他38了呀。我去过他们家乡马达加斯加。哦，你还去过他们家乡啊？就认识我俩吗？我去过。哦，因为他家乡离那儿很近。嗯，人还见过世面，走南闯北的，说吧。不是，你看我包的这个像个草帽一样。你咋不穿？看我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谁教你包的？这个呀，你哪里给我的？姐，你平时都在这儿的？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十年了。哦。十年了，现在我还待不了十年嘞，俺一待就十年。你干这工作待十年，这是吧？待十年。这个阿姨很勤快，她包的好快呀！老年人越活动活动，越活动越精神。我得研究研究叔叔这个怎么捏的。哦，先捏两边，再捏中间是吧？这样吧，往外往一折，然后这样一转，捏，嘿，是吧？成功了。
你看，行吧。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可能换。下次我们一块儿就是做生意好不好？东方红，太阳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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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说这个里面衣裳孩子都有，这个还正好能穿啊！花钱呐！哎呀，不自在，不自在，不自在啊！啊，你身体健康啊，慢慢休息啊！正好现在工作顺利，一套红粉，现在我们请了你，不管你都要关心，都要开心啊！好，好好顺利啊！咱们穿上试试，看看合不合适，好不好？不合适的话，咱可以换。好啊，要得。您别客气，您拿把小货就行，好不好？哎，哎呀，来叔叔给您拿外套试试。换上新衣服啊，穿上了。你也没觉得太多委屈，他爹像我。怎么样，叔叔，您喜欢这个衣服吧？哎，好，好，哎，穿得好，把女儿也穿得好，精神啊。哎，是。叔叔，我把新鞋子给你换上。哎，看看鞋子合不合脚。好质量，把女儿也穿得好。哎，希望叔叔身体健康，每天都开心，好吧？好，好。哎，我们。你是很高兴呐、你说你这衣裳虽然没得多少钱，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意啊，希望你喜欢，对吧？操心了，那得我们关心操心了。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这个裤子啊，还有这个羊毛衫啊，这都是旧衣都没穿啊。对，今天就先换了啊，今天换了放着，到时候你想着穿想着穿，好不好？阿姨开心了，三根草啊！穿的孩子合适吧？孩子合适吧？孩子合适啊？喜欢就好。合身的好啊！你这身还合身的啊？我嫌这小孩啊，我嫌这要求。都是按照你们的孩儿买的。少站你好啊！哎，你再过三十年你也住进来，你住不住？我不要，我就走。
我的汉族给谁呀、啊？我来。豆豆他要娶老婆，你跟他住一起吗？他不想住，那不行，自己去买。是现榨的豆浆了，一会儿让叔叔阿姨们尝一尝。这个豆浆还真不错，哎，非常丝滑，特别适合老年人喝。尝尝豆浆，来，叔叔您坐，您坐这儿，您坐，您坐。来，叔叔，您尝尝咱们做的豆浆，是吧？尝尝我们做的豆浆，尝尝好不好喝？来，里面还有不了。来，叔叔，你尝尝我做的豆浆。我喝了，给你唱一段歌啊。叔叔喝了，给我们唱一段歌。好、啊，今天是你才来呀、啊，我来你呀、啊，谢三陪。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、啊？二八女做绣花。啊，你做绣花？哦，哎，好听。讲的是这个待字闺中，十六岁要待字闺中，对，要出嫁了。对对。叔叔您再唱一首。给你们吧。好不好？好吃。排骨是人家老李替的，是我做的。萝卜和土豆是小邓哥做的。然后呢，下厨，哎，咱们这个掌勺得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的厨艺好，我们都相信。这里，嗯，今天这个是炒菜的。哎，这人多嘛，就这样子的。我喜欢的这个样子。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全院老人送来的方案，特别感谢你，谢谢你。这是我们其实我们的力量很小，就是我们希望尽到我们一点点这个小小小小的力量，能够温暖到大家。对对对，好，非常感谢你。那个叔叔阿姨他们都在吃饭，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叔叔阿姨，谢谢，你就先回去了。谢谢，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。说话小点，应该的。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辛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再见，好，好，我们走了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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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